安德烈，小心！ 反动势力太猖狂了，连乘务员都被他们渗透了。还有15分钟，火车马上来了，大家提高警惕啊！明白。刘明，收枪。好。 出去看一眼，注意观察所有可疑的人，包括乘务员在内。火车来了，通知我们一下。明白。小张，你过来。 你们俩留一下，保护好现场。等一会儿公安同志过来，跟他们交接一下啊。是。咱们大家尽可能的把枪藏一下，不要惊动老百姓。安德烈先生，请。 刘明，李先生，安德烈先生，可以了。
证件拿出来。我是竹川市公安局的。我来保护安德烈先生，安德烈先生现在已经安全上车。十九号的枪械，请打扫案发现场。Что произошло на станции, было большой неожиданностью. Я сейчас уже понял, почему образцы были потеряны в Джушане. Тут стреляют, там стреляют. Надо серьезно работать, а то как можно работать? Потому что страна недавно освобождена. Обстановка нестабильна, что я не ожидал. Будьте спокойны, мы защитим вас. Поймите, поймите же. А я вот думал, где здесь можно найти водку? О, мне нужно неплохо. Выпить чего-нибудь вроде водки, для того, чтобы стресс снять. Сбегаешь, принесешь? Принесу. Иди. Хорошо.哎，二位，能不能找两瓶茅台给我们专家？刚才在车站，专家受到了惊吓，压压惊。这酒可是咱中国的名酒啊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这种环境到哪儿弄去啊？哎，你问问他别的可以吗？这样，我去帮你们问一下，如果有，我给你们弄；如果没有，我找最好的代替，好吧？行了，谢谢了，我跟专家说一声。Товарищ Андрей, они сказали, что с водкой сейчас трудно, но зато они предоставят вам лучшее вино. Ничего, сейчас война. Конечно, очень трудно. Все в порядке. Я понимаю, я понимаю. 专家同志，刚才让你受到了惊吓，不好意思。但是请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你安全的送到目的地的。Товарищ Андрей, извините, но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. Мы будем защищать вас и сопроводим до места. Все в порядке. Спасибо.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. Благодарю. 那你们休息。来。别笑了，赶紧想办法吧。行，我去找找。啊。大王。啊。有一点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敌人怎么就知道专家会到？而且时间地点这么明确，事关战局的重要，敌人什么手段都可能用到。我总觉得是我们内部的问题。天柱，这是我最不愿意揣测的地方。算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吧。站住！站住！
德烈的。不是，在里面上厕所呢？怎么回事？安德烈先生，您没事吧？Нет, ничего. А что? По нужде? И все. 他说什么？有什么需求啊？他说他上厕所呢。哦。Все в порядке. 不是刚才怎么回事？是要点播喀秋莎。您好，麻烦您帮我点播一首喀秋莎。哦，好，请稍等。麻烦您能不能快一点？我们车上正好有这张唱片，他很着急的样子，说是要快点点播这首歌曲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都要下车了，干嘛那么着急听歌呢？他是怎么回答你的？他说是给车上的一位朋友点的，那个朋友并不着急下车，而且还不知道他在车上，是为了给他一个惊喜。他有说他都要在哪个车站下车吗？嗯，是丹阳站，马上就要到了。记得我们上一次就是在这儿分开的吧？没想到今天又要在这里说再见了。不走了，行吗？阿红，路还很长，请多保重。
时再晚一步的话，安德烈就可能遭遇不测。这一次是他帮了。安德烈关系到4509兵工厂的生产。可是如果敌人的目标是4509，那么陆子仪这次的出现就让敌人的计划功亏一篑了。这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。我想有一种可能，在敌人的内部存在着两种势力，而且这两种势力有着不小的分歧。陆子仪在这个时候出手帮了我们，代表着另外一股势力的介入。他们想取得我的信任，最终达到策反我的目的。陆子仪掐着时间出现，你很容易就感觉到，其实你一直是在他的监视下。那么，你又怎么样能够对他产生信任呢？他在丹阳站下的车。49年解放军接收上海的时候，我随部队在丹阳待命，在那里见到他最后一面。明白了，这是攻心计，或者说是一种测试。测试什么？他是想测试在你心里对他的宽容度最大限度能够让他靠近到哪里。如果你为了他能够没有了底线，好，那么信任逐渐就形成了。阿红啊，这个考验最艰难的阶段很快就要开始了。请这组数据方工都核对过了吗？哟，安德烈同志，我们这里的条件很艰苦，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啊。嘿，это ничего，все порядок，加油。方工，安德烈同志过几天就要和大家一起工作了。好，давай，安德烈同志，来。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和你一直提的小罗，罗克文同志，他是我们实验室一名优秀的年轻技术员。Очень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， 很年轻的同志。Я желаю тебе, чтоб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у вас были только успех。不错。啊， хорошо。不错。同志们，这次安德烈同志来，不仅协助我们的工作，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支期盼已久的实验样品。对，样品，有了这个东西啊，我们的研发进度就会大大加快了。好，方工，我们还要带安德烈同志熟悉一下其他的地方，就先不打扰大家工作了。好，再见。小罗啊，你不是要回上海吗？等黑索金研制成功了，我跟厂里申请把你调回去。我真的可以回上海吗？真的呀，我调你过来是协助我研究的，还能让你在这待一辈子吗？祖国解放了，哪里不需要建设，在哪里
都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啊！好，谢谢方工，努力吧。主任，哎，行了，坐坐坐。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啊。罗慧文同志，大家伙可是都在议论你啊，说你好像是换了个人似的。向工人同志多学习，这就对了吧？革命工作嘛，你老是小姿态，那怎么行啊？我还原来以为啊，你这一失恋，黑绝不振的，哎，还没想到，还对你起到了相反的作用。天下何处无芳草啊？咱们有何事再找呢？我现在还是想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。工作恋爱，两不耽误嘛。我是你的领导，得关心你的工作。作为长辈嘛，也关心你的生活嘛。哎，你们实验室那小宋同志很不错嘛。小宋？对呀，他以前的事情都调查清楚了。他就是一时大意，书写错误，根本就不什么敌人搞破坏活动。小宋同志对你不错嘛，又给你钢笔，又给你熬梨水，对你多好啊！我，你还我什么我呀？人家是工人身份，那是党员，你跟他在一起，那有利于你的进步啊，你知道吗？是，领导。嗯，秋月，咱们要去广播电台排练啊。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哎，我说，那个小白脸公安可没安好心啊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看你是被他灌了迷魂药吧。台姨，咱们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别信口胡说。我可是为你好。共产党要是知道了你的老底，那你也就到头了。我过什么样的日子，用不着别人管。发过去，下个整点再发一遍。老板，咱最近发包这么频繁，不会有危险吧？放心吧。咱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动手呢？现在啊，不比从前，老家来人了，咱们啊，还是少惹点事儿啊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咱干掉那老鬼，可就立直了腰杆啊。Хорошо пахнет. Вот. 这可是我们招待贵宾的好酒啊。哦，хорошая водка. 好，安德烈同志，非常感谢你的到来呀。来，为了你的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。Выпьем. 干杯。Ну давай, давай, давай. Давай. 哇，好酒啊。Вкусно, вкусно. Очень хорошо. 来来来来来，吃菜。О, вот это красивые блюда. 都是好菜呀。哎，не годится. 用调羹吧。Ложкой лучше. И вот так. А! Блин! Да, да, 这怎么了？Крепкое такое, блин. Это перец. Перец? 这啊
这是麻婆豆腐啊！啊，要给那列娃，他快看新闻啊，почему такой острый？谢谢他啊！哎呀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Да можно это водички, водички, водички. Вот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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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ча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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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чай. 哦，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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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辣着了。哎呀，фу, крепкий такой, очень крепкий。你好，您找我。哎呀，阿红，你可来了。翻译怎么样了？啊，医生说翻译伤的不太重，但是需要卧床一段时间。卧床？那怎么行啊？这谁陪着翻译啊？咱们不能这么猜呀，是吧？我知道咱们局里还有一个人懂俄语，我帮你把他找来。哦，好。啊，不чему такой? Красивый блюдо, почему такой острый?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胜利歌声多么响亮。五星红旗。小李子，你是不是唱跑调了？就是这时间有三个音、四个音，你都没有唱准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好吧？嗯，好，还是第一句哈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。好，这回是对的，我们来下一句。哎，你们忙，你们忙。你怎么来了？问我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看秋月啊。人家叫秋月，你叫星星。星星整天围着月亮转。不是啊，不是。哎，你们先看一下，我先出去一下啊。局里有任务找你，跟我回去。任务？阿红科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来找吕鸿明有点事儿。啊，刚刚听到了。你们唱得很不错，而且没想到连歌唱祖国这种新歌你们都会啊。李鸿明同志给提的意见嘛，所以就学会了。其实也才刚学几句而已。不打扰你们排练了啊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那你小子，看来你被秋月迷得不轻啊。阿红。嗯，不是刚护送完吗？什么任务？回到局里你就知道。Ну что, мне хочется борща и хлеба с маслом. Ну тоже можно. А это что? Это перец. 他说他要吃黄油面包和肉松汤。哦，哈哈哈，好。这专家还挺挑剔啊。哎。你就告诉他，从明天开始，黄油面包、罗宋汤没问题。什么？这竹山市去哪弄黄油和面包呀？哎呀，你这个小同志，你要敢于面对挑战嘛，这就是对你的第一个挑战，啊？好，好，好。弄半天，把我来当厨子。啊，来来来。大伟，大伟，来，为了我们的工作，大伟，大伟，大伟，来，这是中国的沃德嘎，благодарю，干杯，хорошо пошло，一二三四，二三四，对，先停一下啊，来靠拢一下，靠拢一下，今天晚上呢，咱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出，这是上级对我们剧团的信任，我们千万不能给剧团丢脸啊，哎，团长。是不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来啊？没错，他是没跟你说瞎打听什么呀？演出很重要，拿出精气神来啊！早点出发，早点做准备，现在走。好，走吧，走。哎，秋月，哎，燕团长，秋月啊，今天晚上要加演你的独唱《夜来香》，是来宾特意要求的，你自己好好准备一下。嗯，好。怎么了，燕子？酱凉白开，又让谁给喝了？
我看你现在干得挺欢的嘛，早就把我的话抛在耳朵后面了吧？瞧这话怎么说来的？反正你现在也不听我的了，天天跟在那个叶敏学屁股后面，当跟屁虫吧。哟哟哟，难怪这么酸呢。我跟你说呀，真的是重要演出，外宾要来看咱们演出。外宾？啊，外国人？哎，对，这话你可千万别出去胡乱说去啊。你看，把我当外人了吧？不就是外国人过来吗？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不是，哎，行行行，就当我没说，你也没听见。一个外国有什么可稀罕的？我哪出你？秋月今天晚上加一首那夜来香，放录音还是现场伴奏？当然现场放录音了，让他们大鼻子见识见识。嚯，大鼻外国人呐！行了，海爷，这话就到你这儿打住了，外头不许胡说八道。大磊，放心吧，您的。你看看你，嘴怎么那么快呀？不是不想告诉你，上气不让说。来个外国人有什么可稀罕的？你来来来。嗨，你也不早说，苏联专家呢。嘿，你这个这急什么呀？不说不就完了吗？Как будто что-то потеряли. А почему? Бегают туда-сюда по сцене, как будто что-то ищут. Эта форма проявл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оперы называется... называется просто своеобразная форма проявления, чтобы показать, что он идет далеко. Вот в чем дело. Ну, хорошо. Хорошо, давай. Это очень знаменитая история о войне в древнем Китае. А, война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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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Боже.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啊？不说是吧？带走。走。老高，我回去看看安德烈，
你回去审他哈。好。Ваша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песня. Вот у нее хороший голос. Только что я не знаю, о чем она поет. Это значит, вам не срывать цветы в чужом дворе. А. Вот, хорошо.哎，天柱，嗯，怎么了？哼，哎，一时半会儿是问不出来了。为什么？不交代？你让他怎么交代？是个哑巴，又是挠又是抽自己的，哼，哎，走吧。阿红啊，你这个引蛇出洞不错嘛！啊，收到效果了。刘局长，政委，只是敌人太狡猾了，他们派了一个不会说话的亡命徒当杀手，现在想从一个哑巴的嘴里得到线索，太难了。陈红啊，不要着急嘛，你看咱们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难，全中国都解放了，这几个小特务算不了什么。不过有一点非常重要，一定要确保苏联专家的安全，这是第一位的。别忘了，苏联专家身上有我们4509厂急需的东西。啊，阿红，护送专家的任务就交给你和高队长了。啊，把小李带上，免得到时候专家有什么要求你们搞不懂啊。另外呢，我会派两个排的战士秘密尾随在你们身后，以防有什么万一发生。是，坚决完成任务。Кушайте. Это хлеб с маслом по-китайски. А, это, кажется, по-китайски масло. Почему-то не похоже. Но все равно. Надо покушать. Попробую. Этот хлеб с маслом гораздо вкуснее, чем у вас. Давай, попробуй. Попробуйте и поймете. Острое! Нет, не могу такое есть. Как можно это есть? Такую острую. Лобан, там кажи лян типу ша шу шан ла. Коран ши чу пин гонг чан да.
准备会会他们。好。我们还要多久到东流镇啊？快了。哦。Ой, что-то не так. Живот болит. Что с вами? Сильно болит. Срочно в туалет. Я прошу вас, быстрее, скажите им, в туалет надо. Умер, скажу что? 小小，惊奇有过几回。